可能，快走，别急，我们打扰啊，真的，啊，空白啊，擦干嘛？ 这里，快点来来来，跟妈妈在这里，哇哇！哈丽娜要给屋里机票呀？那个，对。我喊你，要不然你今天回来？我今天妈妈今天得了，好嘞，哈丽喊他亲的，我妈喊他亲的，我们要给出门都喊不要了，不咋？ 中国的时候就说，中国的米饭太好吃了。我婆婆说杭州那边的米饭真的就是那个味道，过去了好几年，现在还在回想。小何林好像也是一样，觉得人家这饭可好吃了。自己咬一些饭，何林脱皮了哎，爬，脱皮了哎，公开吧，哈林蘑菇芒克塔卡叫卡。 爬龙马先生哟，可能爬龙马先生哟。爸，那么马先生。可能，那我妈妈给我指给。洗手，洗脚。洗手，洗手，洗手。来，何琳琳，你先把纸尿裤子扔了，纸尿裤，裤儿扔垃圾桶，两个都拿着，两个都拿着，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都拿着扔垃圾桶，这一晚上得穿两个纸尿裤，走，走，扔垃圾桶，坐上去，来刷牙了啊。 这脸上一点水都没沾呀！你真棒，真棒！这不出去，人都精致成这样了，都开始涂防晒霜了。我妈妈看看真漂亮，啊，看看，看看何琳。那去哪了？爸爸去哪了？爸爸上班刚好。哈琳娜。 你想让奶奶中国奶奶买什么？嗯，买啥子给呀？嗯，都可以啥都给呀。可以过多。一个都可以啥都。啊，还有什么呢？一个都可以啥都。嗯，买兔兔。买兔兔。嗯，那你给妈妈说，兔兔眼睛是什么颜色？白色。红色。 嗯，兔兔可爱。和小熊跳舞，跳呀跳呀。一二一，他们在跳圆圈舞呀，跳呀跳呀。一二一，哇，好烫呀！这是什么呀？这是火。这个呢？ 彩笔，我妈在打饼干。彩笔，这边一子，一个妈妈，来，你看，都一样，都一样。椅子，椅子，椅子，坐椅子，一个坐椅子。啊，何林坐椅子。嗯，这个呢？嗯，裤子。裤子啊，这裤子是什么颜色？我这是。嗯，裤子啊。这个呢？ 嗯，这个是我妈爸的呀。哦，何林这两天都能说这个是了，真棒。这个是蓝色。我谢谢你。嗯。一个模样哟。这是羊。羊。羊。
咩。羊。哇，我妈一发出去，它就先喝呀。嗯。马鸡。嗯，对。兔子。哇，嘿，妈妈，嘿。嗯，真棒。妈妈和林，妈妈兔子和林兔子。哇，我怎么还兔子？怎么还兔？我妈兔子呀。嗯。我那个。我妈这一组啊你嗯白羊婆哎呀哎呀白羊婆向前走有花开了一起白羊婆啊你好吗？你怎么知道妈妈在这里呢？有点厉害，有点好。我们不用做眼睛，敬拜，从不用做眼睛，敬拜。你为了个这事，你都得求我。敬拜菩萨，嗯，可能。老虎跑得快，跑得快，站起来，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那一个，有回家吗？不回家呀，回家，奶奶，回家了。又给他玩的哟，快来，快走给他砸。来，现在出发，蹭蹭一下来哦。快来，蹭蹭，轰，下，又擦，哟，到家啦！到家啦！加油！啊，我带你喝这个还能吗？你大概呀，我是么的？快来，是吗？我是么的？啊，来看中国奶奶了。嗯，中国奶奶。来，中国奶奶给河里买了玩具，咱那个啥作用？嗯，让他们咱那个小小河。嗯，如果他们的丫丫小小河也在那个小小河。对，买了丫丫，还买了鸡。鸡可呀。鸡啊，小鸡，小鸡，鸡鸡鸡，小鸭，嘎嘎嘎嘎嘎。我的兔兔不要走哟。嗯，哪个兔兔不要走哟？嗯，哦，人都把这儿收拾好了，准备回家了。充满各种好奇心，看着托运行李，他都特别嫉妒。机场里面就只有我们这些境外回国转运的人，看得特别认真。先买一瓶。回家真好，我们是第一个下飞机的，上来以后填了一个表格，行李都是由工作人员帮我取下来放到车厢里面，太好了。现在在这里填几张表格，然后就把我们带到我们区上安排的那个救护车上，就把我们送回家了。出来以后，我们区上的救护车就在外面等着。
我们都不用浪费很长时间，都是比一般旅客先行一步，但孩子还是挺累的，躺这里睡着了。然后去上的那个前面工作的人员说是就让孩子躺这儿，这都消毒了，放心躺。到现在为止就是记录了整个回国的一个过程，真的超级省心超级方便，而且全程都有专人指导专车接送，但是不要一分钱，都是免费的。